加州最安全城市榜单出炉，呈现六市进前十，二湾排十九位。2021年最安全和最不安全城市都在加州的北加。美国安全系数审查网站 Safewise 在加州的229个城市中，根据 FBI 提供的暴力犯罪、财产偷盗犯罪等官方数据，评选出了2021年加州最安全的城市排名。在过去的一年中，加州的暴力犯罪率其实略有下降。名列2021年加州最安全城市榜首的是北加东湾的 Denver， 是 Contra Costa County 魔鬼山 Mount Diablo 下属的直辖镇。报告指出， Denver 的暴力犯罪率仅为每千名居民 0.05 起，财产偷盗犯罪率为每千名居民 6.6 起，成为加州最安全的城市。那么加州最不安全的城市是哪呢？还是北加的 Oakland， 排在229个安全城市的榜尾，暴力犯罪率每千名居民 12.7 起，财产偷盗犯罪率每千名居民 64.2 起。从加州2021年最安全城市榜单中可以看出，南加的呈现是非常安全的区域，有六个城市呢进入了榜单前十名，而一向被誉为最安全城市的 Irvine 跌出了前十，排在最安全城市的第19名。和大家分享一下2021年加州最安全城市前十名的榜单，第一名是 Denver， 第二名是 Rancho Santa Margarita， 第三名是 Moorpark， 第四名是 Rancho Palos Verdes， 第五名是 Aliso Viejo， 第六名是 Lake Forest， 第七名是 Yuba Linda， 第八名是 Laguna Niguel， 第九名是 Mission Viejo， 第十名是 Lincoln。 榜单中呢前十个有六个城市在呈现，所以呢美国买房选加州，加州买房选呈现。我是地产世界的陈森迪，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我们下期再会。